久违的太阳啊，感觉等一下又要被乌云遮住了。老二，啊，你把那个盐巴没得，表面糖也刷一下哈。差不多哎。我剩好久时间没。今天你过去刷哈嘛，给点大的，今天带点大的给我上去嘛。嗯，要得要得。两袋啊？有两袋大的。那两袋不少味了。那你不是那个，那你不是那么爱吃了，那个。要提袋哈。要提袋。要得。对，嗯，啊，今天天气还可以。嗯，爸爸，你带了个杨梅酒跟他那个嘛，那老爸他们拿一瓶嘛。杨梅酒啊？嗯。哦，你们说了算噻。哈哈。拿出来。来。那什么？这是也是他那个嘛，老人喝的那个梅子嘛，分的。嗯，要得。嗯。走嘛，那你也去买。我不去了，妈她在云南转来，我给感冒的那天。妈，我晓得她感冒了，她去不去？你跟我去噻。你跟我去了是嘛？跟我去啊？嗯。那要得嘛。跟我去了是嘛？好。好。嗯，好去了哈。嗯，去了。哎呀，小鸭子，让开。哎呀，那我的饭呢？开车慢点，那路况不好哈。要得。全部是山区路。嗯。表妹他们这边的路全是这种山路。这儿的怎么走？没走完的。路途还有多少？一百五十。嗯。那我讲。那个鱼。那个在染鱼啊，在一过年期的，啊，好甜的哈，把你弄得还有饺子，味儿那些都蛮好了的，啊，那个老板出来吃，老板好吃，对，到时候做嘛，好，今天好了，今天吃了点太阳，今天热乎的，哇，你屋里那么多红烧，那个是红的棕红烧。哦，猪棕子。猪棕的，对。哦。好大个哈。嗯，这放在那个屋里热乎些嘛，放在那里它也嫩嫩的。是。嗯。哎，你们那边红烧比我们那边红烧大些。我们种的烟灰了的。哎，上头啊。他们没在屋里，做活不成。我花那些。他是气。有点冷。你看。都没玩气。每次来我表妹家就是。这吃的都是很多的，这瓜子这些。嗯，其他们怎么不来哟，大哥？哦，那个他感冒了，他从云南回来。哦。对。爸爸他在屋里那个带小姐啊。哦哦。那感冒药吃没有？吃了的，今天应该好起了。对的。那冷，天气冷，比较容易感冒。是的。嗯。哎，那点小家伙。读书去了。他们几点钟放学？五点，哎，五点钟啊。五点钟放学。他们是那次有车子接送嘛？车友转来没得转来过你接。哦，转来过你接。对，车友车子。哦，那也是方便些了。哎，他也是接放学嘛，早上车子跟到后面去过了。
Thank you.